完蛋了，因为我要穿快场的衣服去上班，救命啊！我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？各位朋友，你知道上班个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？那就不要谈政治，因为有时候因为你政治立场会惹人家不高兴，人家就想要搞你。今天就上班的时候赶快穿衣服，然后去到现场中我怎么穿这件？各位朋友，馆长挺柯文哲，那你穿馆长衣服代表我是小草，完蛋了！主管要是看到这衣服，他会说什么？哎，林公子啊，你小草啊？那请问你要是叫你做事，你会不会说我要跟你辩论？有什么跟我辩论？我才去做事，你会这样吗？不会，我不会这种事，我很乖的，我很认真的哦。我以前工作的时候，主管叫什么，我立刻执行，我不会跟他辩论。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啊，林公子，你小草，请问你啊？你在公司拿那个银纸、卫生纸，你是说那是图利而不是贪污吗？哎，不，我这个人最老实、最诚实，我从来不曾从公司拿任何私人物品，饼干、科学面、面包什么我都不拿回家，我都在公司吃，我绝对没有拿回家。这样子啊，阿林公子啊，你会不会对外宣称说你是我们公司的人，然后那个叫外界的人不要用公司服务啊？不会，没有这种事。我猜我们的公司，我绝对不会做出违背公司利益的事情啊！救命啊！为什么要穿馆长的衣服上班？我头好痛！现在脱掉还来得及，好，赶快脱掉，不要看。前辈来了，哎，林公子，你好，怎么办？他看到我衣服，看到衣服，哦，他没反应。他没发现，吓死我了！想想也是啊，馆长，如果这么有名，这么有影响力，那现在总统长是柯文哲的、啊，不是每个人都看馆长的吗？啊，我想太多了啊！这衣服穿着啊，认真上班。林公子，这个机器怎么操作？哦，立刻学。林公子，这个东西怎么使用？立刻，我把它背起来。哦，非常用心，非常认真，这样过一整天。啊，终于要下班了。在收拾工具的时候。那主管就林公子，我想问你个问题啊，主管请说，你是官粉吗？原来主管怎么发现的？怎么现在问我怎么了？我怎么？我跟馆长不熟。怎么会这样回答？我真的脑袋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回答这主管会相信吗？他相信的。太好了，危机解除。好，这个各位朋友来吃这个铁板烧啊！哇，这个非常豪华。我点的这个酱炒花枝，这个气氛非常好，这门食馆就有一种家常感。我这铁板烧滋滋的烧什么？哇，听这个声音。但是后面就爽了啦！我刚刚来，哇，这个哇酱炒花枝，来马上品尝看看，这样子黑板，咚，滑嫩 Q 弹的，哇，好嫩哦，然后这个下面有这个一丝一丝看这种，非常嫩哦，很大份。哦，它下来，你看，它还有上这个高丽菜，哇，这炒的好像非常清脆啊。哦，香，这个铁板炒锅就不一样。哦。哇，很多人爽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豆芽菜，这个焦脆香气，整个盘都是啊。哦，这个就是豆芽菜，我的起量还蛮多的，哇。这么厉害，这你要小看它是豆芽菜。这个铁板炒锅粥，哇，整个非常清脆，非常甜，非常一个，哇，每一口都是蔬菜滋味，水分香气，哇，大爆发、啊！
多多尝试不同口味，还是有帮助的。哇，没想到铁板烧，这么鲜脆啊！